看上去才对。这块井盖呢，是我们相当于是给消防部门专门设计的消防井盖，它可以让在出现火警的时候，以便于快速的寻找到这个消防井，而且是可以提示公众平常的时候不允许占用它的就是栈道。根据成本的制约的情况，当然彩色井盖肯定它的成本要稍微高一点。根据不同的话，我们可以有花色多的，我们可以有花色少的。这样的话，肯定是花色少的话，当然我们觉得成本也不低，但是也能起到相应的作用。啊，这款井盖呢，其实跟我们的广告井盖一样的，它是城市地标的一个宣传。大伙儿都比较担心彩色井盖的颜色会不会脱落，会不会龟裂？那么可以告诉你，我们采用的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专利技术。当然我们这些图案呢都可以支持客户的定制的，我们也有专门的设计团队，希望你能可以联系我们的销售，过去可以向你进行咨询。